各位 Android 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焕堂高老师，那我就继续来帮你介绍 Android 的设计招式之美喽。当我们心中拥有的设计模式，拥有的我们设计的造型，就像高老师现在一直在提倡的这个EIT 这个造型。造型的英文叫做 form，OK？那当我们心中有这种的模式以及造型，就像我们学会的奥基米德的几何学，我们再来看太阳系、看星体，我们会觉得太阳系是一个楚楚动人、简单可爱。只不过是12个椭圆，OK？那我们也希望来告诉你这些设计模式之后，那么你可以觉得 Android 的整体体系是非常的简单、楚楚动人，非常的可爱，OK？好，那么这边再跟各位提醒一下。那如果你现在这个手上还没有拿到这个教材，就是我现在在讲的这个教学的教材，那么你可以到这一个我的部落格去下载，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去下载或者呢，你可以送 email 给我，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是 mi，这是 i。MISOO 都是小写，等 TW TW 不是 4W 是 T TW at gmail.com。或者是你到微博到新浪微博，你就是 at 高焕堂就可以了。然后可以送私信，或是送任何信息给我这是新浪微博，这是我的 email，或者你直接到这一个我的这个博客来这一个下载都可以，OK？这只是在帮你提醒一下而已。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一本书这个教材的来源，就是我2009年。所写的这本书。好，那现在我还是一样，请你用1分钟到2分钟听听我的这个视频来这个也请你多多指教，欣赏一下，OK？非常简单，唐朝的诗叫做《七言绝句》，这个。姑苏城外寒山石，有没有会接下去的？夜半钟声客到船，有没有？一首诗4个句子，每一句呢7个字，它的韵律只有2个：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没有啦。这个叫做行，OK。所以中国人古代可能会创造行。但是近代的行呢，通通是洋人来的，是不是？包括我现在戴的品牌，这个行是洋人的。你穿的洋装呢？为什么叫洋装？因为那个行是洋人，不是布是洋人的。我这个布是自己的，但是还是行的别人。有没有？你那为什么要拿一个洋伞？行是别人的。我们的民族连回纹针这个行都不会创造。回纹针的形是很简单的，把一条直直的铁线，把它剪一剪就通了嘛，对不对？我们都不会的，
那为什么不会？因为很简单，不是不会，因为创造型的人没钱赚。唐诗创造这个七言绝句的人不知道是谁，但是拿这个形来表现他的诗的叫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成名了，有没有？所以不是大家都不会创造，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没钱赚，所以干饭桶来做没钱赚的事。对不对？说我四个半月一关没钱没赚，那我们就没毛钱，对不对？今天来这里跟各位分享，也没赚到一毛钱，有的赚了一杯咖啡，对不对？还不错。好的，那各位粉丝们，那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课题啦。那只是当成这个每一节课呢这一个题外话。OK， 好，那我们在这个第五章，我们来谈的就是设计模式，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设计模式叫做 Observer。一般称为叫做观察者模式。 OK， 好，那这个观察者模式呢为什么我会比较重视的是它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在一个互换性，一个互换性。 OK， 好，那一般大家对 Observer 的看法呢，它是看到它的这一个目的，它的目的。那我是看到的是它的结构，它提供了这个互换性，互换性，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这个 observer 呢是一个 server， 然后呢有很多个这一个 listener， 就是想去好像去订阅杂志，你去这个 L1想去订这个杂志，所以每个月呢他就有杂志有消息有文章送给他。那 L2 呢也去订阅这个杂志，他也会定期的通知他，会给他杂志。那 listen 呢就是观听者，那他也来跟他订，所以他也会定期的给他，所以这叫做观察者，观察这一个 server 状态有没有变化。当这个状态有变化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来通知这些，他有一直到这个 LN 他会通知他，所以这叫做 observer。 好，那等一下我会说明除了这一个观察者的一种特殊的意义之外，那么在它的一个形式上，它跟这个这个 template measure pattern 呢它是有它相对的一种结构的关系就是 observer 跟这个template measure pattern 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 template measure pattern 呢它是靠的是子基类跟子类的这个关系，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hook 函数，然后让它调用下来，上面是 hook 函数的定义，底下是 hook 函数的实现的代码。好，那 observer 在这个结构上呢它的这个基本的机制也是一样，从框架往下调用，所以他在通知他的时候就是调用，透过这个接口来调用它，透过接口来调用它，透过接口来调用它，透过接口来调用它，所以基本上也是一种这一个 hook 函数的概念，只是它是透过接口，这边是透过继承所以这边是有一个 hook 函数hook 函数，那它这个他要来call这个子类的时候call这个子类的时候呢是透过这个接口，是透过接口的，他是call他透过这接口再call下来，
所以它的目的是一样的，这边也是一个 hook 函数的实现代码。好，它在整个结构上，它这个两个结构呢，其实它都是 hook 函数的一种表现，只是它的结构不一样。所以这两个结构呢，在软件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这个继承的一个结构，一个叫做委托这一个结构。那这一个结构的相依性会比较大，这个结构的相依性会比较小啊。那这个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型，好，所以我这边特别针对这个型来做一个解析啊，做个解析说明这个体验模式跟这个两个模式的型上面有什么差别。这个是靠继承的机制，这个不靠继承。OK， 好，那待会我们会很详细的来说明啊这之间的差别。那之后呢，就来介绍这一个四人帮的这本书里头的对 observer 的一种说明，好，然后再来说明 observer 的这个模式的一种变化跟延伸，最后呢，一样再拿 Android 的框架里头的实例来跟你说明 observer 这个模式在 Android 框架里头所表现的一个重要的角色。OK， 好，那我们就来帮你说明这个 observer 这个模式的美何在，就是它的美到底在哪里？这个美呢，它到底能够增强我们心中多少的这个管理复杂以及面对复杂的能力呢 ？OK， 在框架里头的抽象类啊，跟这个应用类之间啊，它是要随时的保持持久的和谐，还有成长。成长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框架里头的类，那么跟这个应用的类，它不能绑太紧，我们要随时的把这一个应用类，把它这一个抽换，把它换新。所以呢，这两边的关系不要绑太紧，不要绑太紧。OK，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说明了这一个 template method 的部分，它的这个基类子类它的相依性比较大啊，这个结构上它变了它会变等等，这个结构相依性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它会看到这边的一些信息。 OK， 它会来应用它，它会来调用它等等的。所以对它而言在继承的角度，这个基类是属于白箱或者是灰箱，也就是子类往往看得到基类的某些结构，因此呢，这个没有办法达到不知而亦能用。好，不知而亦能用，这就是很重要的观念喽。就是不知而亦能用。就是不知而亦能用，就是在这个继承体系呢，那么子类它常常会看到基类的很多细节，好，因此呢，既然你知道它的细节而来设计这个子类，这两边就会有某种的相依性出现，会有某种的相依性出现。 OK， 这叫做 dependency， 等一下会说明的叫做相依性。
就是相依性啊，英文叫做 dependency。 那这一种结构它的相依性就比较小，为什么？它只要知道接口就可以了，所以不知而易能用。 OK 啊，因为这还有一个特性，这两个要 source code 源代码跟源代码要对接，因为这两个是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结合起来的，那这两个可以独立的 compile， 然后在 runtime 的时候啊，再把它对接起来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一个的弹性比较大，所以它的互换性比较高。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拿这个 observer 来跟 TM 模式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 observer 的模式带来的比较优越的互换性，创造了等较顺畅的新陈代谢，就是好像这一个子类呢好像是树叶，所以啊，树叶跟树干之间是有个接口接的，所以每年树叶很容易的新陈代谢。 OK 好，然后创造的一个永久的成长，像一棵树一样几十年都在成长，但是树叶每年都在换新啊，每年都在换新。 OK 啊，所以这个 observer 的模式呢，它的美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高度的一个弹性，让整个系统呢可以因为处处时时都能够优越的互换性，顺畅的新陈代谢，所以让整个系统呢啊无限繁荣，而且长久的维持和谐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叫做互换性呢？啊，互换性我们的用法的说法就是让我们的应用类别啊，应用能够迅速的汰旧换新，能够跟这一个框架混合自如。好，那么汰旧换新的效果就称为 PMP 啊 ，Plug and Play。好，就是系统内部的类容易抽换跟修理。随着软硬件的发展呢，那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零件啊，都有这个互换性或者叫做抽换性啊。那像这个硬件有 USB 接口啦啊，这些都是啊属于这一个啊，透过接口来达成这个互换性，也就 PMP 的这个效果。那我们回忆一下，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啊威尼斯的这个造船工业就非常重视这个标准化跟抽换性了啊，所以当时呢这个威尼斯的海军是全世界最强的啊，最强的。那这就是依据这个啊台湾的黄克东教授在他的文章就是文艺复兴与现代文明这个文章里头，他提到了这个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意大利的啊威尼斯是全世界啊这个啊海军最强的一个啊一个强权。那么为了维持那个海上的贸易，所以他拥有全世界最强的舰队，所以在这个由威尼斯政府呢经营这个造船厂，然后建造武器，就称为叫做兵工厂。那兵工厂的设计委员会呢就认为这个造船的工业必须要走标准化跟互换性。 OK， 那这个互换性的要求是什么？所有的工必须能够啊适合任何的啊发射任何的舰，就是单单工跟舰啊就希望有个标准的规格，所有的舰都可配合到所有的工，所有的工可以来发射所有的舰，因此呢就舰跟工来讲，这个是可以互换的。就像这个是汽车的引擎，就是 EIT 的 E 啊，那么可以适合呢各式各样的 T 轮胎，但是它有一个条件，要合乎这个 I， 合乎接口。
就是只要任何的 T 合乎这个接口的都可以配上来。好，所以呢定接口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啊，这个键跟弓之间这个接口的规格就是决定一切啦。好，有了标准化的接口，那就促成了这一个 T 的互换性啊， T 的互换性。 OK， 好，那所有的传注啊，必须依照一定的尺寸还有模式来制造。好，那这个也就是说你的船有坏了，好，那么你到任何一个港口你都可以啊取得它的像舵啊等等这个东西来换新，因为它的每一个舵它有一定的接口有一定的规格，所以呢只要满足这个接口满足规格的，它都可以把这个舵拿来装在这个船上啊，舵柱上，因此呢这个船就很容易维修啦，到任何港口都可以维修。所以所有的船具包括桅杆还有绳索等等的接口规格都必须要一致。所以呢因为有这个一致性，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啊在任何的港口做这个维修跟更换，所以创造了这个全世界最强的这一个啊海军。所以当时的威尼斯人已经非常的重视标准化跟互换性啊，那有益于快速的制造跟装配啊。所以在使用方面标准化呢让这个操作这个啊船舰的啊还有相关的技术是一致的，因此呢速度就快，维修的速度操作的速度等等都快速，因此让整个军队的调动运行呢非常的灵活。所以互换性可以使得维修更容易更便捷啊啊，使得所有的无畏航行的船舰啊都是像同一支啊这个舰队一样的。 OK， 那这就是在说明这个互换性的这个重要，那也是从这个例子当中，从这个船队的例子当中来凸显这个 observer 这样的一个啊 pattern， 它具备的这个啊接口具备的啊这一个抽象的跟具象的类。好，那这个就是也就是我一直最近在推行的 EIT 造型的一个标准型，所以就特别呢说明这样的结构呢可以创造这一个高度的标准化跟互换性，可以像威尼斯海军一样很容易的维修，速度快捷，调运运啊运营调度非常的灵活。 OK， 那我就先说明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咯。